大家好，我是 Terry。 你是从几岁开始用电脑的呢？如果说你和我年纪差不多，那有一个声音一定可以勾起你的回忆。没错，就是 Windows XP 的欢迎音效。虽然说正确的念法是 XP， 但身为台湾人就是要念 XP 才对啊。身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有幸能够见证电脑和网络的普及，而 Windows XP 更是很多人心中最神、最棒、最稳定的电脑系统。那到底这个开机音效是怎么来的呢？又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消失在历史上，成为了时代的眼泪呢？今天就来聊聊 Windows 开机音效的故事吧。在家用电脑尚未普及之前，最初代的 IBM 和苹果电脑只能够发出单一的提示音，而且声音品质很差，就像是烟雾警报器一样难听。到了1980年代，才终于可以在电脑上播放简单的电子旋律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经典电玩游戏里面的那一种 8-bit music。这个时候，微软正好也发行了他们的第一个图像式使用者界面 Windows 3.1， 所以它启动的声音又短又俏皮，歌颂着科技的胜利。到了1990年代，进入了多媒体时代，我们有了 CD， 有了更好的声卡。1995年 Windows 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大众电脑系统 Windows 95， Windows 95发行当天，疯狂购买的人潮盛况空前，比现在排队抢最新 iPhone 或限量版球鞋的人还要多。而搭配 Windows 95的启动音效，微软找上了制作人 Brian Eno， 并表示希望能够制作同时满足 Inspiring、Universal、Optimistic、Futuristic、Sentimental and Emotional 的音效，而且呢，这个音效还必须刚刚好3.25秒长，真是难搞的客户。最后 Brian 从84个选手当中做出了选择，成为了第一个广为人知的 Sound Logo。神秘的是，这段划时代的 Windows 音效可是在 Mac 的电脑上做的哦。Surprise, motherfucker！ 时光飞逝，经过了 Windows 98，来到了千禧年。2001年，微软推出了时代经典之作 Windows XP， or let's say Windows XP。作业系统开始注重音乐与观众情绪的连结，从安装的时候就开始有音乐了。当然还有最熟悉的 Welcome Sound。这个经典的声响是由美国的 Bill Brown 和 Tom Ozanich 谱写的，并率领西雅图管弦乐团演奏录音。因为 Windows XP 的成功，这个 Welcome Sound 成为了世代共同的记忆，几十年来陪伴在我们左右，充满着年轻世代的喜悦。Windows XP 的结束也带走了一个辉煌的年代。2006年，微软推出了灾难一般的 Windows Vista， 以及后面的 Windows 7。到了2012年，考虑到行动式的装置越来越普及，大家都开始买笔电了。考量了笔电的使用时机和性能表现，便不再把开机的音效预设为启用。2014年 Windows XP 的服务正式告终，这个经典的开机音效也沉入了历史的记忆中。不知道对你们来说 ，Windows XP 的欢迎音效代表着什么呢？我记得我国小打游戏啊，国中聊即时通，高中做海报的日子都是 Windows XP 陪伴我的。那后来呢？其实我有短暂的用过 Windows Vista， 超烂。最后呢，就改用苹果了。所以呢，很多网友用了 Windows XP 的音效来做成音乐，来传唱那段美好的黄金岁月。Message me.
时至今日呢，全世界还有 0.58% 的 Windows 电脑在用 XP 系统。那在某些国家，像是亚美尼亚，则有超过一半的电脑都还在用 XP， 所以它真的是一个很经典的作业系统。那我觉得经历过 Windows XP 的人是很幸运的，因为它带我们走入了科技生活。虽然说是已经退休了，但每次听到那个声音，看到那片蓝天绿地的桌布，就好像看到老朋友一样熟悉。所以感谢 Bill Brown， 感谢 Tom Ozanich 和西雅图管弦乐团，让我们可以用一个小小的声音来浓缩我们年轻快乐的回忆。那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经历过 Windows XP 呢？那听到这个声音又让你想到什么美好或不美好的回忆呢？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不要忘了帮我按赞、分享，还要订阅我的频道，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。那如果你喜欢电音的话，也可以去追踪我的电台，全台湾唯一的电音 Podcast 电器沙龙。电器沙龙在 Apple Podcast、Spotify、SoundOn 和网易云音乐都听得到。那所有的更新时程呢，都会 po 在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，还有 Instagram Story， 所以大家记得赶快追踪起来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礼拜再见喽，拜拜。